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金姐姐来喽！今天我约了鲨鱼一家去参加鲨鱼派对。对了对了，这个是我今天参加派对的头饰，是不是超级可爱呀、啊？不过还没有到时间，头饰先放在这儿吧。要不然我先睡一会儿吧，到点儿了我再去。嗨，朋友们，我是金宝，我要滑下去喽！咻，好好玩啊！去找晶晶姐姐看看吧。嘿，咻咻，嘿呦嘿呦，喂！晶晶姐姐，晶晶姐姐在睡觉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可爱的鲨鱼宝宝呀！我想要戴一下试试。朋友们，快看我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去玩喽！到时间了，我可以去参加鲨鱼派对喽！我的鲨鱼帽子呢？鲨鱼帽子就是放这儿。我知道了，肯定跟金宝有关，我要去找找他。嘿，噜噜噜噜噜噜，哇哦！朋友们，这里有秋千呢，我要去玩啦。嘿咻嘿。喂，朋友们，滑起来喽！哟，走喽！鲨鱼宝宝玩秋千呢，啦啦啦！朋友们，我找到金宝了！呀，金宝，为什么偷拿我的鲨鱼宝宝头？我等一下要去参加派对的，快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不还不还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你要来抓我吗？不许跑，快还给我呀！我的这儿，快来抓我呀！嘿嘿嘿嘿，哈哈，我先跑喽！咻咻咻呀，金宝，你去哪儿？我一定要追到他。超级怕的玻璃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晶晶姐姐快追上来了！不行不行，我好怕呀！哇，我找到你喽！哟，嘿，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别别别别别！我要去藏起来啦，你肯定找不到我的。我要抓到你了！嘿，呦，嘿，嘿，嘿，哦，这边。OK。哦，朋友们，我看到金宝了，正在摸摸球池。这儿有个滑梯，我们从这儿下去就能抓到他喽。嘿，喂，我准备好了，出发！记得吗？在那边藏着哟。啊呜！明明我看到是藏在这里，金宝又跑了。找找，抓不到我，抓不到我，嘿嘿嘿，哇哦！这里有一个转盘呢，看起来好好玩啊！我要去一下。好好玩呀、啊，站起来太棒了。
哇，这晕了！嘿嘿，终于可以拿到我的帽子喽！还给我吧！乖乖的睡哟！咻咻咻！哈哈，朋友们，啾啾啾！终于可以去参加鲨鱼派对了，让我换上我的鲨鱼帽。如果金宝醒了，记得让他点赞、关注我的频道哦！下期再见喽！